2024台北玫瑰展今年以梅园意识为主题，表达养护玫瑰园需要投注极大的心力及专精的技术。而台北玫瑰园经历多年的整地与试种，在克服各种挑战以及细致的管理栽培后，成为全台湾最大的的栽植玫瑰花园区，全有赖幕后的苗圃员工及志工团队默默的用心照顾。花展预计将于31日结束。台北市公园处表示，玫瑰是温带作物，在台湾没有休眠期，园区玫瑰因采的执行式栽种，易受环境及气候影响，难以让所有品种控制在同一时间开花，但是特色就是全年有花，不同季节皆有不同样貌。而公园处苗圃达人化身为小老师，制定年度修剪时间表，并带领责任区的志工伙伴按表操课。长时间的体力和心力的付出，迎来花朵绽放的那一刻。玫瑰园规划秘密花园五彩玫瑰园育种家花园花海区与品种区五大区域，展出来自世界各地的玫瑰超过5000株，搭配拱门、喷泉、光之圆顶等的景装置，营造典雅的欧式氛围。在玫瑰园里，超过800种珍贵的的植玫瑰品种绽放出独特的色彩和芳香，游客们在欣赏花海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玫瑰所承载的浪漫与幸福。而园区内还设有多个角落，储存着许多见证爱情的故事，让人们更加沉浸在爱的氛围中。圆山站1号出口，沿民族东路东行即可抵达新生园区，步行约15分钟。中山国小站4号出口，沿新生北路3段北行即可抵达新生园区，步行约10分钟。